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92集。我知道应该已经不少朋友去看了起源，应该是非常好看吧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跳回去年的第七集的周边产品，它是变形金刚这个叫做动感系列啊，台湾的这个代理贴纸上面是这样子写的了啊。那这个天灾的话呢，玩具很大一个，这个比现在的 L 级的玩具都还要大。那我是在前些天变形金刚第就是起源的40周年的这个一个特卖会上面的话呢，是用消费满好像是799，然后再加199元台币就可以买到，等于人民币的话大概就40来块钱就买到这个。那玩具很大了哦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带一个吧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呢原价是1499，那我这一次买是199啊，等于用了，对不对？本来1500，然后我只用了200就买到了，所以是非常非常低的折扣啊。这个等于是大概1.5折就买到了。好啦，讲了这么多，可能有些人会很还是觉得我很蠢。这种东西的话呢，可能100块你都觉得嫌贵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好玩，因为第一我们还是蛮喜欢，我自己是蛮喜欢这个人物了啊，而且它玩起来是有一定的疗愈程度。好啦好啦，扯太多了啊，我们直接来看这个。天灾的话，这款玩具的头雕呢，我觉得做的还算不错哦。这个还是有那个凶恶的感觉，胸口的话呢，这个胸口好看，那身上有一些锁链。那这个脚你会发现很眼熟，对，它跟这个 Optimus Prime 呢是使用了应该是说一个小改模吧。那我没有 OP 那一款啊，那这一款的话呢，就是细节部分的话，除了腿部以下，其实它看上去还是比较像天灾的啊。好，那涂装其实也不算差，虽然说潦草，但是意识到了。手可动的话呢，只有手臂这个地方，啊，那脚的话是完全是卡死不能动。那它标榜的是一个震动变形，但是呢，我买的这款，我觉得它的震动效果不是很好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好了，先把它变形车型好了。这个部件折上来之后呢，往后面靠下去，肚子这个地方切过来啊，这一片要先掀出来。这手臂的话呢，折下去掀出来，然后到这边啊，侧边这里把它给扣上去啊，这里扣过来啊，这个车头就算完成了。那么后半部的话呢，我是建议是你可以，它这个地方有个弹簧，这一片啊，记得把它给捏成这样子。另外一侧的话呢，也可以先把它给捏好，捏到这边，然后呢再把它往上面抬上来，大概到这里啊，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两个锁扣在这个地方，又把它给扣上去，然后侧边这里把它摁下去啊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一款震动变形组的这个就是天灾啊，这个英文不太会念，它的一个车形态。好，这个不能说不像，只能说没什么关系啊。这个反正就它是一个 OK 共用模具还是怎么样，但是呢你如果不考虑这个还原度的话，你把它当成是一台载具，其实也还是相当的不赖，我真的觉得还可以哦。你看啊，至少后面的这个车门啊什么并没有说很糟糕的一个烂尾的部分啊。特别是如果我再次强调我是台币199块钱买到的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么1199买到这么大的一台车子， OK 非常非常的划算。那它的具体的玩法呢，其实我真的是因为可能我手上这款它的一个这个按键不是很灵光，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，它这个地方弹开啊，两侧这里有弹开，理论上它应该，哎，对，应该你连这个都要一起弹开的啊。我不知道它是分几次弹还是怎么样，反正这个我手上这个不是很灵光。而我必须要讲，这个手这样翻出来，其实有一个第四集的那个 OP 对不对？手从这个里头弹出来的感觉。OK 啊，哎，好了，它自己就弹出来了啊，好吧，这么就做一个小记录吧啊，这个再次强调。台币199块钱买的，我觉得玩得很开心啊！哈哈，那今天是中秋的前一天的晚上，那先祝各位中秋节愉快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赶快跟大家更新起源系列的玩具，那也会在过程当中呢，跟各位就是一边玩玩具呢，一边去分享剧情。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